要砍好几刀。嗯，不像之前一刀就结束了。对，嗯、我连暴击都杀不太死了。嗯，因为以前那个狼人是一刀啊，对啊，一刀倒嘛。对啊，难过。狼人早上要躲猫猫，真的。不过也蛮符合的啦，月亮出来才能行动嘛。嗯，合理合理。看看有没有办法加蠢蛋。蠢蛋是 25% 哦，有可能全部的狼都是蠢蛋啊。嗯、真的哇，那几率有点高哎、欸。进阶进阶，就开场每个人再给个5秒抗性的，对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对，开场就叭叭叭叭叭，开场就乱打就好了。没有，刚刚开场也是啊，直接看那个我是狼，然后直接就开始打了。今天狼就先回一刀。然后你又打到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队友是谁啊，每次挥到繁星，然后不知道队友是谁，真的很好笑。然后我又挥了一下，又打到洋洋。对啊，每次我们两个来，现在加上蠢蛋，蠢蛋，蠢蛋的话是 25% 会中哦，所以蠢蛋会有几个人不确定。OK， 那蠢狼人的话就是装备会有，但是武器拿不起来。嗯嗯，然后加速会变缓速，哇！开眼只有自己会发光。嗯，哎，但是不错，如果是蠢狼王的话，你拉过来是会是人类，不是狼。嗯哦，这个蛮强，可以看看，就跟猎人反过来，所以猎人、嗯、蠢猎人就是反过来，拉过来的一定是狼。嗯哼，可以救人、啊，然后跟自己又没啥没有用了。蠢预言家看谁都是狼，哇哦，哇，很混乱哦。然后没有无敌，变成是范围缓速缓降。好啊，蠢女巫的药水变成是灭人，不是灭狼。哇，这个凶，这有凶到，这有凶到，让自己无敌变成让自己凋零，让自己隐形变成自己发光。蠢女巫好可怕。对啊，好可怕哦。那蠢猎人就还好，就技能等于是都没有用而已。Okay. 自己定身才对吧？等一下，蠢女巫丢药水的话，她会是杀人，那会不会大家人被同时全部被杀光？会啊，有可能。所以请女巫好不好？晚上自己喝一下那个隐形药水，你自己发光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白天就不要玩。你自己还不知道就喝很无敌，一丢全部曝光。他丢自己也会死掉啊。就是消灵，应该会吧？你等一下当个蠢女巫试试看，晚上的时候你自己试看看再说。不要蠢的啦，太可怕了。所以每个职业就只有一个，可是那个会是真的还是蠢的就不一定。所以蠢的不会显示哦，对，它不会显示，你只能自己测。对，啊，忍者也是一样，忍者有两个，你们是不是蠢的就自己看着办。好，好，那就来。开启蠢蛋 ，Go Go！ 蠢蛋，你有谁乱打？快点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蠢的、啊，我拿钥匙丢你们了。好恐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久没在讲，有没有平民？谁要跳平民？感谢，应该是没事啦。我是狼人，我是狼人。啊、你要药水要丢一丢，如果你要丢，丢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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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丢完了。啊，丢完了，你也太快了。那杰克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走了。啊啊！我走了。我走了。我打他。那杰克也会被票走啊？我被票走而已啊。走了。有人打我，打回去啊。你不是重要的职业就给我替女巫死掉完了，这样子换两倍嘛，是不是？哇，两个人，哇，完了，这有点尴尬了。而且我刚刚有说我是猎人，哇哇，这个真的尴尬了，哇，所以预言家有没有做事啊？预言家。选择怎么选择那个、啊？你按你开书，然后之后选那个号码，嘿，对，号码就可以看了。哦，预言家可以自己选要验谁哦？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洋洋是村民。嗯，哎、欸、洋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村民而已。洋洋死了，洋洋死掉了吗？没有，这你是蠢狼哦，你蠢狼哦，你蠢狼哦，你蠢狼啊！哎、欸，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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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一下，跑一下。哦，
蠢狼还是可以杀到，是不是？蠢狼可以杀人哦，他可以杀人。好，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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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哎，蠢狼蠢狼，白天就打死他，白天你完蛋了哦。秒杀秒杀秒杀，卖照卖照，谁蠢狼谁蠢狼，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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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哪里在哪？这一栋，现在这一栋。有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在墙上。会看诶、欸。有什么？好笑。边缘这一栋也有一只狼。哪边？边缘哪里？最边缘这一栋房子。你说加油加油！现在还都是零票哦。在哪里？嗯，他记得哪里？很远，超远。你说我们刚刚路过那一栋吗？最旁边这一栋。小鱼。好远啊！我错了，感情不要酸，感情不要酸。哎，不对啊，不对。我刚刚，你有药水？怎么了？好猛哦！我有药水，我有药水。哦，哇！你这像是警察在追人，追老半天，想说，哎，我干嘛？直接拿枪，biang！直接死去。对，我有这个哎。小心，别摔！好笑吧？真是。危险！小心你躲、啊哎哦！你白天才有用啊！哎、欸，杰瑞斯狼人，杰瑞斯狼人，我看他有看他穿装备啊！啊，杰瑞斯狼人吗？有两只狼，有两只狼是我，我是预言家，我看到两个杰瑞斯狼人，是我，快跑啊！杰瑞斯狼人，哦，不是我，啊、哦，就是你，你无药水没了。啊！无敌无敌！我丢到吗？哎呦！招式没了，我跑白天，而且还有一段时间。忍者那招好强哦！我跑起来了。好，因为你后面没人了，没人了，因为没人了。超强哎！对啊，忍者很不好追。而且那个木盾可以穿墙，我刚才才注意到。这么强啊！木盾可以穿墙。哇！如果你在房子里面，你按木盾，你会直接跳另外一间房间里面去。好强哦！打杰瑞喽！躲在屋内，真的强哎！忍者真的强。杰瑞你在哪？没有。刚刚当狼要杀忍者，基本上两个开眼才可以杀到。哦，我是好人。你是好人。哦，团团，团团，你为什么敢？你为什么要砍我？我交给你了，杰瑞。PK 模式，耶 ！PK 了 ，PVP 模式。白金他当他好喽。他在哪啦？下一个白天就直接 TP 到中间哦，直接对决。对，这个白天没事。你先躲吧。对，你先躲吧，他一定会躲起来，等一下来找你了。躲猫猫，变躲猫猫啦。猫猫。超躲哎、欸！哇，这个角落，这个角落，哇哦，哇，一个蓝色角落，跳下去，跳下去啊！没摔到，可恶，没摔到，没事，在诅咒他摔有没有？哎呦，晚上喽、哦，晚上喽，天黑请闭眼，闭眼。玩这个，繁星是什么？我要验谁嘞？预言家，预言家，预言家。定个音乐好了。哦，音乐是忍者。对。你是验尸官呢？哇，这也太遥远了吧！超远，这是哪里呀？这里是真的可以进来的，真的可以进来。对，都有威慑了。还有，太远了吧？这个太旁边了吧？这个超边边的，不是我来说。我的天哪！哪里呀？他应该找不到你了。这个真的很难找，这个真的很难找。拿好剑喽，回去不知道是哪里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这样过不去。哇哦！你不觉得有一点暗吗？很黑，暗的超暗的，看不到哎。我有洞可以出去啊！啊，对决要对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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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决了！白天要船上啦！好，三二一，船上，船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哇！哦哟！哇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可以哦，可以！哇！杰瑞！打死啦！六六六！就巧克力是蠢狼，蠢猎人。我是蠢猎人，蠢猎人，是不是？早点把你解决掉也好。这样子换了两个妹，我们只要一个人走就可以了。哇，所以刚刚狼人就小雨走啊。有三个，一个有，就我们两个，有一个蠢人走就可以了。哈基很可爱啊，一直砍我们，我们敢。我有两个人，我们
赚到了！对，黄打怎么那么死？怎么没死？打砍不死了，他打你也会痛哦。那半颗星，半颗星在跳。半颗星很少。他写说武器怎样都是拿不起来哦，就是那个很缓，是不是？就是应该是斧头拿不起来吧？斧头的那个攻速是超级慢，攻击速度超超慢那种，举不起来那种。所以意思就是他自己刚刚不举啊。没有，你要是举得起来，没有都很慢。嗯，都打不痛啊，都打不痛啊，你那个斧头太重了啦，是那个斧头，斧头伤害调掉，对，他可能很钝吧，就半颗星，半颗星。哎，杰克，我蠢练很重要，我跟小雨合作就可以杀人了。好，来哦，再来哦，好，终于，哎，不对，还是一样，狼都还没获胜，狼都没有，一直都没有，对，狼人加油喽，嗯。九起，九起，哎，给我们收的杨洋，杨洋，我觉得杨洋真的很可怜。杨洋，你赶快随便找一个人打一下。我觉得这个人是连那个连 tab 看自己什么身份都没有，就直接回。对啊，超级暴民哎，超坏。职业，我和平和平和平职业，你要找个人打，你聪明吗？杨洋，你要当个暴民，突然要下水。别，我是好村民啊！哦，村民，村民，村民走可以，村民走可以。我死就好，我死就好。啊，就可以。为了他既跑去威尔森那边的啦，大家都想威尔森一下吗？威尔森，你想不想氪一下？啊？繁星，你什么职业？我有灭狼药水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是灭狼还是灭人？是灭人药水吗？灭人还灭狼啊？你刚刚应该。不对，如果你灭到人的話，对啊，我灭到人，灭人药水有没有？直接全你小心，你远离哦！你我知道，我知道这边人很多。我看看哦，我是不是要喝隐形药水啊？对，我差点定住了，有人被定住了，我差点杀到人。那边有狼，有狼，有狼！我是蠢的，不要饶我一命。我好像也是蠢猎人呢，我刚刚没有定到他。哇塞！你可以救人，你可以拉一只狼过来。我不要，这技能白掉好像就没了吧？对啊，白天就没了。他可以小心哦，白星，你快跑，他在追你，他追你吧？他最快追到，拉一下。哇，白星，快跑，白星！没关系，我凋零到两只狼。哇哇哇！白星666，不会不会死啊？你是蠢的嘛？对不对？我蠢的，我蠢的。你们在哪里啊？所以那很角落的就会是狼了。哎，哈基，你要干嘛？哈基，你们是不是有杀过人呢？你们是不是有杀过人呢？你有没有杀过人？你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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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是谁？你谁？你们在哪里？杀吧，凶手，站出来！哈基，你要找人干嘛？对啊，什么？对啊，什么？对啊，你干嘛找我们？哈基，哈基是狼，哈基是狼，有问题？你有问题？你猜问题？你猜问题？哈基是狼？等一下。我只是好奇你，我只是好奇你，你打下去，不然你也是狼。啊！哎，猜问题，猜问题，猜问题。可是你们在哪？杰克也是狼，杰克也是狼。打哈基吗？可是谁不是？我刚跟繁星同队了，很明显了。啊！我刚刚躲在树后面，我在后面看你们两个。后面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过来哦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不能打死，不能打死！哈基最高，哈基最高，哈基最高！打死会再多一点。哈基最高了，撤撤撤撤！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追啊？你干嘛追啊？没有，巧克力，你这样子啊！平战，平战，平战！哈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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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哈基，你是不是蠢狼啊？死了两个好人呐！那个杰克是狼，杰克是狼，我是谁？不是，然后第一晚我因为对，杰克你是狼了啊！你们两个都狼都在这边啊啊啊啊！对，我走了，我走了啊！有，好好好好啊！那应该杰克跟正下跟小雨吧？哎，我在头上，他的啊，我死了。哎，两只狼，嘿嘿，你好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哇，哇，你好，哇，你好，嘿，哈哈哈哈哈，阿进，你是什么？啊？你什么？我是狼啊。哎，没有，哈进，所以我没看错嘛。哈进，你应该是蠢狼。是啊，因为你刚刚挥巧克力的速度特别慢。
最下面那个是谁？对，我是我是我是我。哎，我打他一下。哇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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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！杰克摔死，应该是杰克，应该是杰克，杰克恶意领他自己摔超痛，他自己摔就好了，不要理他。不要理他，你越想越后面。我要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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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找一，可是等一下就没了。音乐就要没了，要变一乘一了。我先走，我先走啦，音乐拜拜，我先走一步啦。